So tell me, you guys, how's the weather over there? 你放心，没问题。你那里如何？没有发现这个鲨鱼。你那里怎么样？主人正在北海招待客人。Everything's under control. How's the weather with you? We're keeping an eye on the situation. 对呀，每天游泳半个小时，是的，对身体有益的。三号行动，快！迅速撤离！ Come on, this way! 现在每个人都在搞生意，我也想试试看，一定要支持我。那还用你说？来来来，吃吃吃！哎，你认识他们吗？我不认识。哎，你们好，先生，你们是？对不起啊，先生，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Come into the car! Put them in the truck! Just do it! I'm in charge here! 你没得选择，他不能上车! Ah, shit!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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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最后救人的方法也是自以为是，不择手段。你们这种作风，跟那些杀手有什么分别？你看 ，I'm in charge here， 你没得选择，他不能上车。你用枪指着他的头，还给记者拍了照。你是在保护客人，还是在绑架客人？你知道这会对国家造成多大的舆论和压力？你说。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教你的东西记在心里？有。我记得师长你第一课就跟我们讲，身为中南海保镖，最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当事人的生命安全。我可以死，但不可以错。你应该明白，当保镖是一次错误都不允许犯的。 但是你用那么极端危险的方法执行任务，就是达到目的，也不可以算是对的。谢谢师长教导。听说一号首长即将南巡，不知我有没有份参加呢？<笑>你是我们最优秀的战士，怎么能少得了你的份呢？不过在接受南巡之前，你要先到香港执行一个任务。香港？嗯。什么任务？ 前面那个是香港大丰集团的主席宋世昌，他一家三代都对祖国有很大的贡献。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去保护他女朋友的安全。1994年5月27号下午3点钟左右，清水湾油艇俱乐部发生一宗凶杀案，死者是38岁的执业会计师廖建超，疑凶系上市公司益辉集团嘅主席赵国文。 香港警方相信杀人嘅动机同廉政公署正在调查紧该集团一宗涉及过百亿港元嘅内幕交易案有关。首先报案嘅目击者系24岁嘅小学教师杨善仪，同案仲有另外两名目击证人，分别系28岁嘅水手陈达强同51岁嘅护卫员朱。喺案发后两日，第二目击证人陈达强喺乘坐住所大厦电梯嘅时候发生意外身亡。 同日黄昏时分，第三目击证人朱东明
亦被不明来历的炸弹炸死。六月一号晚，杨善仪在寓所沐浴之前，及时发觉浴缸的水被通了高压电流，避过了意外的发生。现在杨善仪已经成为本案唯一的目击证人。清楚，杨小姐，呢位就是梁家波沙贱，今次认人手续由主持。我得呃你啊！嗯，来，过嚟啊！做咩啊？你都夹住我妈妈。喂，咪住，咁顺手，下一场败露信自己 ，win 硬。喂，嗰场非洲战士 fit 喎。内有白印噶，信自己好啊。切，我唔信你，我信自己。杨小姐，饮茶。唔该晒。好似你生得咁靓嘅女仔，真系好少可肯出嚟做证人。我只系做自己。认为啱嘅事啫，有性格，杨小姐，请认人。杨小姐，我个提议，你虽然咧喺呢单谋杀案作为一证人，但喺法律上，你认到疑犯就再与本案无关。黎律师，宋生系叫你嚟帮我，如果你怕嘅，你先走先啦。如果你惊嘅，你先走先啦，呢度有我得噶啦，你唔好骚扰佢啊！请认人啦。二号嗰、那个，我肯定系佢。杨小姐，呢度咪美国啊，正义系冇市场噶。你以为另外两个证人真系意外死亡啊？其实十成九都系嗰个赵国民做噶，冇证据咋？呢个人都听讲过噶，惹唔过噶。喂，你就系杨小姐系嘛？听讲你最近遇到好多麻烦，万事都小心啲好。多谢啦，你有心。系咁先，拜拜。我要告你故意襲擊警務人員啊！喂，係咪玩嘢先 ？Every minute stand by。你咩啊？玩唔起啊？嚇嚇！哼！爆冷啊！邊只啊？非洲戰士啊！咦？咁你咪掂個碌姐啦！你又話俾我聽信自己嚇？鬼叫你唔信自己嘛？佢個名叫做許正陽，係中南海嘅保鏢嚟，好 professional 噶，你用錢都請唔到佢。咁由佢得噶啦，你唔使翻嚟噶啦。我唔系要个保镖啊，我要嘅系你啊。Come on, Michelle， 你第一日识我嗰阵时候都知道我唔系游手好闲噶啦。我而家仲有好多合同等紧我签啊，一日俾我24小时都唔够啊。好啊，咁我唔想你宝贵时间，我哋分手啦。喂，喂，喂啊喂，好衰噶，我话分手啫，又冇叫你收线。哇！住咁大间屋，我呢度竹升妹都算有钱喎。唔止啊，佢男朋友仲请咗个中南海保镖嚟保护佢添啊。都好嘅，得闲带佢落中澳城 happy 啊，对我哋平稳过渡九七有着数添噃。唉，话知佢九七定九八啦，总之河水不犯井水，大家各有各保护证人啦。哇！提前接收啊！梁 Sir， 呢位同志话嚟接管嘅喎，叫我哋唔使惊。哦。通知，你好，好高兴见到你。讲广东话得啦，许正阳，国务院警卫处。哦，咁你有冇个大佬叫做咁你有冇大佬叫做向阳、朝阳或者三阳噶嘛？你系边个？香港皇家警察梁锦波沙展，你叫我肥波得噶啦。证件呢？咩啊？查我证？唔该。哼，唔该你俾我睇下先啊，真啊。喂，唔争住睇埋我个嗱，我啲高级干部做嘢冇得雀仔粉噶，行开啦，俾佢睇嘛。嗯，走啊。呢位一定系许生系嘛？嗯，我系宋生嘅代表律师 David Lai。你好，请入里面坐。呢度50万系宋生交低俾你嘅，佢话笔钱你可以随便运用喎，你点点佢啊？啊，唔使啦，咁麻烦你签签收。大家都系为人民服务啫，使咩咁大细超啊？冇计啦。人哋为伟大嘅中国人民服务，我哋为英国嘅属土公民服务，仲要括弧海外嘅添啊！许生，我走先啦。哎，阿乜律师，阿乜生有冇叫嚟啲咩俾我哋噶嘛？有啊。系咩嚟噶？佢话辛苦晒你喎。啊！啊，唔该，同我多乜谢佢啊！喂。
咩唔问个人就随便攞嚟睇啊？你当呢度系自己屋企啊？呢个系我工作嘅需要，唔该你同我合作。咩工作啊？我都唔识你系边个。我识你，你叫杨善仪，身高1米65公分，体重48公斤，血型属 O 型，生肖属狗，星座是处女座。OK， 你即系话宋生叫你嚟噶啦，但系我冇话接受啊。唔系宋生请我嘅，系中央委派我嚟嘅。你唔介意我坦白啊嘛？我好唔中意你，尤其是系你着紧嗰套衫。原来公安假噶。咪喐啊！你身手都几快啊，我都快唔过我支枪啊。自己有啊，我系肥波啊，你咁快唔认得我啦吓？好嘢喎！哎呀，讲过你几多次，罐头摆落微波炉会爆炸噶，烧上间屋点算啊？安迪，安迪你点啊？杨小姐，你冇事啊嘛？喂，搞乜鬼啊？佢哋都有保护我噶。你支枪冇子弹嘅？嗯，有冇搞错啊？我支枪冇子弹。嗯？唔系冇子弹，系冇入子弹。哦，系你偷我啲子弹去玩啊？我攞嚟睇下啫嘛，点知咁大阵仗喎？对唔住咯。哎呀，啲子弹唔可以立乱玩噶。Sorry， 饮杯水啊，小姐。唔该，豪姐。唔准饮，杯水未化验过可能会有毒。由而家开始，你嘅起居饮食我都要负责。乜都要问过你？系。黐线，我要打电话俾 James。小姐今日搵我。梁小姐，系系，呢间屋究竟住咗几多人？系一眼见晒数，我咪知啦。一个、两个、三个，哎，好在我醒目，真啲留咗自己尾数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多谢，多谢，一个，八个，多谢多谢，九个，多谢，十个，多谢。嗱，你哋手信所攞到个钱啊，佢俾你哋嘅遣散费，冇所谓啊，你揸 fit 啦，都话唔系我揸 fit， 系佢揸 fit 噶啦。啊，大哥啊！你有啲咁嘅筍嘢，最緊要揾我哋撈啦！仲有冇撈？我自己撈啦，走啦！好，好啦，好啦，好啦，同志，依家成間屋啲人冚唪唥俾你解放曬啊！哦，做個解放軍習慣成自然啦。多一個人喺楊小姐身邊，就多一分顧慮。哼，等我點下你啊！我點你係想點醒你咋？胡伯伯話齋，人多好辦事。嗱，我而家嚴重警告你啊！我係專業嘅差人嚟噶，我唔係嗰班二打六啊！我而家再嚴重警告你啊！喺你唔講冇人知之下，我真係會攞鬼咗佢啊！喂，兄弟，有嘢傾，慢慢傾啊！喂，你哋盡量唔好咁接近楊小姐。喂，正哥啊！嗱嗱嗱，呢啲就叫做 professional 啦。你啲低 B 人嚟啫，咩叫做 professional 啫？靚仔，俾你睇下我啲 professional 啊！咔嚓，飄飄飄飄飄飄飄，嚟啊！我槍中曬你啊！仲唔攣低？你都冇子彈，我點攣啊？去。杨小姐，呢度系我私人地方，你唔入得嚟。对我嚟讲，你间房就系我工作嘅地方。我话咗唔开就唔开。喂，个门锁要换。你要翻出去啦，唔系我报警噶。我喺度嘅任务已经知会咗香港警方。咩话？杨小姐，你唔好企近个窗口啊，咁好易成为攻击嘅目标。白叶帘拉埋佢。你究竟想点啊？嗰个窗都要装白叶帘。仲有，呢眼灯熄咗佢，避免造成明显嘅影响。我而家话俾你听，我要换衫。等等，唔该，即刻出去。我讲完我会出去。我赶时间啊！嗱，你再唔出去，我告你侵犯人权。呢种热水炉好危险，换个地行式啊！喂，我而家就要冲凉，唔该，即刻出去。喂，你攞我啲嘢做咩啊？你喺边啊？放低我啲嘢啊！喂，我冲凉噶。喂。精生翻嚟嘅，攞去冲住先。shit， 嗱，我而家俾最后一次机会你，你快同我烂。
镖，右一镖，过头一镖。啊，犀利啊！有料到喎、啊。我份人成日俾人误会嘅，但有咩歌呢？我自己知，我唔会成日向人演嘢嘅。睇下眼尾尾手嗰个钟啦。嗱，呢啲就真系高手啦。系李先生嘅啫，佢有咩咁巴闭啫？我就话佢渣到痹啦。你一个靶喐就掟唔中个靶，净系掟中埲墙。诶，同志，你知我系 Auntie Michelle 个外甥啦，你教功夫咩价钱啊？100够未？喂，高档嘢嚟喎。喂，谂谂佢啊！龙珠第一代闪卡你识货噶啦，大大话话要成几千银噶。喂，点睇啊？喂，仲有得倾喎。喂，哇，真系有型啊！喂，你做咩坐咗我架车啊？系你嗰个好专业个保镖叫我咁做噶，唔想你问下佢啦。个沙发又搞乜鬼啊？黐线，黐线噶。靓车即系靓车，零舍唔同嘅，埋甩你先，话甩就甩咯。梁锦波失展，唔好行旧隧道，我哋由将军澳隧道出，行东隧，咁嘅路程会悭多啲时间。咦，晒料噃？靓靓弯行翻个大运啫嘛，嗱唔好话唔提醒你啊，有个电单车吊住你尾啊。醒定啲啊！架电单车系咁吊住你啊！吊住我做咩啊？杨小姐又唔喺我个车度。你揸架车系 Auntie 噶嘛？杀手系认车唔认人噶。劣咩啊？惊都未惊过，我身经百战啊！我手震噶，大哥，我跣胎咋？跣胎？你未问过我跣胎，我而家跣手添啊！唔好啊，大佬，我哋揸只手。使唔使震得咁快啊？有我都唔使惊喎。保镖系保护当事人嘅。不是要来处理交通意外的。你以为真的有什么惊天大阴谋咩？好像天地来这么大件事讲出来都被人笑了。差人捉不到贼都还可以做差人。但是保镖就失职一次都不可以。One, two, three, la! 即刻跟我找个校长来谈谈。Three, two, 这位是不是许生啊？ One, 谭校长说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他当我是奸犯这样。温实我，自把自为同我请咗两个礼拜假。我话要去洗头，佢就 book 个 stylist 嚟屋企。我话要去 health club， 佢就买部 gym 翻嚟。仲有添啊，帮阿 Billy 请埋假。我家姐翻嚟，我点同佢交代啊？你唔好嬲住啦，
俾我同佢讲啊。保镖，电话啊！喂，许生，我都系第一次见到有人咁样对 Michelle 嘅。宋生，我只系执行任务，为咗完全保障杨小姐嘅安全，我唯有尽量缩细佢嘅活动范围。时间唔会好长，仲有一个礼拜，佢就会上庭作证。宋生，保护杨小姐唔系一份优差。如果你要我离开嘅话，我会非常乐意。哦，我唔系咁嘅意思，我信得过你，不过就当帮我一个忙，就下佢啦。无论保护首长抑或杨小姐，我用嘅都系同一样嘅方法。嗯，你咁讲我就放心啦。唔该，你俾翻 Michelle 听。杨小姐，一线。点啊？佢走唔走啊？我闹咗佢啦。佢都知错噶啦。系啊 ，Michelle， 你都尽量就下佢啦。如果而家掟佢翻去北京嘅话，佢好惨噶。佢上司实当佢失职啫。好啦，我放过佢啦。喂，点啊？你听日咪翻嚟啊？唔得啊！你又讲个唔算数咯。你唔好嬲啦，不如咁啊，我想一样嘢俾你补翻数。你想要乜嘢？喂，乜你净系识送嘢嚟解决问题嘅咩？我成屋都系你嘅礼物啦。啊！我一样嘢未送过俾你，我送层楼俾你啊！宋世昌，我警告你啊，你以后唔好再用钱打我啊！瞓得啦，到死兄弟追咗成年，今日先贏，你真係打爆！哇，用錢贏邊咁好分梯啊，攞命！哎呀，跳樓啊！屌咗你跟我買啦，你冇買咧？係啊係啊！喂，你冇話我聽，我份都冇買喎。係啊係啊！咩話？咁我啲錢咧，你匿曬喺邊度啊？喂，你唔好衝動啊！你都第一次中啫嘛，咁咪當發財夢咯。咁即係話我以前叫你買嗰啲全部落曬格啊？系啊系啊，我份你都识买。嗱，你都知道我环境噶啦，系嘛？我又要俾赡养费，又要养仔啦，我落你架逼不得已噶咋？你唔系人嚟噶，兄弟嘅钱你都识埋，我唔识你。早买晒落去啦，真好鬼多钱添噶，买晒落去乜鬼嘢难关都过鬼晒啊！真系，嗯，得啦得啦，你喺美国嗰边啊，终于拣啲好好个学校啊，因为嗰边都好多鸡校噶。钱你唔使担心啊，我会搞掂佢噶啦。唉，早知唔存在，买晒落咗六号码咪得咯。你话冇事啊？当冇事啊？老细，佢身边有个中南海保镖，我哋好难落手。有冇搞错啊？咁使唔使佢自己喐手啊？你唔使担心，我哋有计划。总之我两日后上庭，唔想见到任何证人。俾你仔，世界杯都踢完啦，男人老狗嘅话呢啲嘢先劲啊嘛，
一比一同真槍一樣啊！嚟，同我一樣啊，送俾你。咁我唔踢波啦。边啊，杨小姐？我有紧要事要出去。不如我陪你去。好啊。仲有一日你都唔等得，你走咗出去，万一出咗咩事，我就会成为第一个失职嘅中南海保镖。你做咩咁恶？我而家出去系为咗我朋友，佢失恋话要自杀啦，唔通我系见死不救咩？你讲啊！你着住呢套衫去救人？你是出去参加朋友的生日 party， 屋里面每个电话我都是监听的。你有没有搞错啊？香港是有人权法的，你尊重一下人的私隐得不得？由细到大没人可以干涉我的自由，包括男朋友在内。还可以完全不用顾人是吗？杨小姐，你不要以为有个有钱的男朋友就要人家走了你。咪住，我男朋友有钱是他的事，我还我，我是杨善仪。如果杨善仪不是个有钱人的女人，会有咁多人保护咩？你讲咩？你喺度讲咩？呢个系事实。杨小姐，你咁靓仔，个有钱嘅男朋友好应该啊，唔通随家执片咩？你行开！我警告你啊，以后唔好再话我生得靓啊！我生得靓唔靓唔系我自己拣噶，我只系中意咗个有钱男人咋，我冇罪噶。点解个个都咁睇我啫？点解唔信我？我喜欢他不是因为他有钱，为什么你们不信我？杨小姐，我信你。我不用你们信。你们忙什么？我是不是为了你们？杨小姐，一阵送埋你上法庭，我就直接搭火车翻上去。多谢你呢几日嘅合作，有机会再见。我谂都冇乜机会再见嘅啦。喂喂喂，再讲就嚟唔切噶啦，行啦，快啲啦。你咧？嚟俾你，行啦行啦行啦，嚟。哇，哇乜好似摄真鬼咁无处不在噶？赵国民啱啱入医院，佢向法庭申请将呢 case 延迟一个月先至开庭。Jesus。James， 我今次死了。我看现在的情形，起码要多留一个月。我要爆炸了。我现在应该怎么做？一定要换咗佢，换咗佢啊！南巡任务怎么办呢？我唔听，我唔理啊！我要出街，我要出街啊！出啦，出到够啦！在家找了这么多日，今天好像放监咁啊！我要买衫，我要买好多嘢。我要买闪卡，我要去打机。喂，你哋有冇搞错啊？我帮你去买嘢食，你又唔等埋我。冇事啊。喂 ，Billy， 嚟。佢当咗你系保镖啊。喂，呢个室都几靓啊，嗬。杨小姐，呢度咁多人，我哋唔应该嚟呢度噶。我谂住有你哋保护我啊嘛。咁啊系，如果有咩事发生，都有两个皇家香港警察精英保护你啊。什麼事都搞得定的，誰？
唔係前面啊，係上邊啊。我早個金我都喺上面掟落嚟㗎啦。咁都錯。安琪啊，我而家去打機，一陣間喺大門口見啦。好啊，小心啲喎。啊。係啊，我同 B 你去搞機，你睇住楊小姐。得啦，波哥，我會搞掂。杨小姐，这个 lift 这么多人，我们不如等下一架。米优，美妮仔去哪里啊？射你一箩，哇，乜你咁 cheap 噶玩水枪？我仲有支坚料未晒出嚟啫嘛，真唔真噶？杨小姐，个 lift 到咗啦，呢边。杨小姐，我哋都好少机会单独喺埋一齐，嗬？系啊，一场一，七场一七，啊，专心买200啊！唔系啊，喂，头场啊，一场一，七场七，唔系一场七，啊，七场一，唉，你听清楚，我讲多次俾你听啦，系一场一，七场七，你做咩啊？有冇搞错啊？跌咗支枪都唔知。诶，唔该晒啊，唔好意思话，怪错你，唔好意思啊。咦，咁快開跑啦！見識下啦，點300嚟噶，差佬用噶，真係咁把跑。签个名都咁难，呢度你搞掂佢，千祈唔好引起骚乱。行。尽量行去人多嘅地方，揾啲高过你嘅人挡住你。我开枪噶啦！唔好玩大佬，系真噶。
你咩？冇跟住你啊！咪喐！皇家香港警察，将手攞出嚟。李波，接住支枪啊！咪玩啦！哇！李波，你冇事嘛？走啊，走啊！李波，唔好吓我啊！你千祈唔好死啊！呢啲唔玩得噶，好在我着咗避弹衣啫。哎呀，我又唔敢玩啊，对唔住啊！咁而家点啊？俾我瞓一阵啊！唔该晒，唔使。做咩喊？对唔住啊！对唔住，唔系男人应该讲嘅。我有个朋友，叫做二东，嗰年八岁。仲细过你而家，佢喺少林寺嗰度好得师傅嘅痛锡，每次犯亲戒条，师傅都同佢向主持求情，而每次佢只要讲一声对唔住，就冇事。虽然师傅次次都叫佢改过，但系次次佢都唔理，因为佢知道，就算佢犯咗弥天嘅大罪，师傅都会保住佢，直至到有一次。他走咗入藏经阁嗰度玩灯笼，唔小心烧咗啲经书，啲火势好大，佢唔知点算好。于是佢搏命走出少林寺，但系个心就越嚟越唔安乐。当时喺佢面前有两条路俾佢拣，一就一走了之，乘势逃避；一就翻返去认错，就算俾主持打死都冇得完。卒之佢拣咗翻去少林寺。他好想衷心同师傅讲一句对唔住，但可惜已经再冇机会讲呢句说话，因为他师傅喺救火嗰阵烧死咗。从此之后，二东就唔再讲对唔住。我教书嘅都唔识得咁样教佢。其实二东是不是你许生，我讲完这次不再讲了，对不住啊。在哪里？在那里啊，上，在那里啊。阿上，你做乜攞条丝啊？条丝唔攞得噶。唔好，唔好。呢啲钱够你安家。
小弟，你没事吧？没事。好弟弟，我对天发誓，从现在开始，绝不让任何人再向你开枪。你哋有冇搞错啊？咁大班人冧条靓妹都冧唔到，搞到我老细啊要揸病延迟审讯。佢而家好唔 like 啊！我问多你一句，你细佬而家死佢咪？唔好再同我讲钱，你多多钱都买唔翻我细佬条命。我收得你哋钱，就一定同你哋搞掂。记住，如果我再收唔齐啲钱嘅话，我连你老细都拖埋。啲伤口真系奇怪，好细个，唔知系三角锉造成，而且令伤者喺短时间内失血过多致命嘅。究竟系咩武器造成嘅呢？佢哋系俾中国特种部队惯用嘅刺刀吉死。呢种刺刀上面有三条坑，系用嚟放血嘅。法官，麻烦晒你。冇话系。冧咗咁多件就为抢条尸，究竟系为咩呢？我谂呢件事仲未完噶。我嗰阵先知喎，真正嘅保镖系点嘅？好嘢，的确系好嘢啊！点啊？你手冇事啊？抵嘅，自己论尽。不过商场单你真系要多谢你，系真嘅。使乜客气？赵生，请问你识唔识呢个人？你再唔答我，我告你阻诈办公啊！我当事人有权唔答你，你唔好再恐吓我当事人。如果唔系，我随时可以告你噶。同我玩嘢系嘛？我大胆都玩得起嘅。有没有收到我传真的照片？我怀疑他是一个退伍军人，你帮我查查他的资料，谢谢。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3军，17女，27岁，身高172公分。唔见咗嗰条尸就系佢细佬。你上面嘅效率都几快噶，食宵夜啊？有把握揾到佢咩？为咗你，我一定抄到佢出嚟。你成身湿晒啦！你咁高危险噶？你保护我一阵咪仲危险？呢啲系我嘅职责啫。你唔好当我系受保护动物啦，你当我系朋友得噶啦。你哋做保镖嘅过得咁酷噶？你点解要做保镖啊？我根本都唔识做第二样嘢。你谦啫，系啦。你爸爸妈妈做咩噶？你有几多兄弟姐妹啊？你读书叻唔叻噶？国家机密。哦，咁我企图试探国家机密，咪要坐监咯。哎呀！英主。嗱，你扶实我，慢慢落，啊！你有冇女朋友噶？你实话冇噶啦，不如我做你女朋友啊！讲下笑啫，你都唔啱我嘅，做咩？佢点解会咁噶？佢用电波干扰我哋。李波，睇住杨小姐。
執翻條命，下次我要執翻你條屍。俾你搞到連我都緊張埋，真係咁大鑊。個殺手摸清曬我哋嘅底，間屋有幾多人，點樣部署，佢都清楚曬。我已經吩咐周強，叫佢最緊要小心及住噶啦。喂，肥哥，呢件事唔好俾阿美雙知道，等佢開開心心過埋呢個生日。咁使唔使同佢擺喺沙灣慶祝啊？唔該。对不住啊，系啦，我喺蒲啲订一件衫，今日送咗嚟，你睇下中唔中意？嗯？喂？点啊？仲使唔使换保镖啊？等等先吓，阿静啊，你咪赶住翻北京啊 ？James 话。可以调个人落嚟，迟啲睇下点先再算啦。拜拜。啊，喂，早唞。早唞。手搞整得几有心思喎！如果有埋只玫瑰花咁就 perfect 啦。Aunt 年年都收到玫瑰花噶。啲花摘咗落嚟就冇生命啦，乜同啲死尸有咩分别啫？哎，人哋生日讲埋咁嘅嘢啊！嚟去翻个靓住先。好啊。Happy birthday， 送俾你。多谢。我谂你都会送翻支俾我啩？送晒俾你都唔紧要 ，Aunt 而家唔中意死尸啦。死尸啊，边执翻我？我帮你插俾佢。嗯？喂哟，咩？宋生叫我送啲花嚟。送花？宋生送嚟噶？唔该晒。冇吓亲你啊嘛吓，边个送啲花嚟？诶，宋生送嚟噶喎，诶，攞嚟啊！啲做人冇嚟醒目嘅，见到咁环境就自动收皮啦，又唔关你事。喂 ，Happy birthday！ 多谢你啲花啊！有冇时间俾我陪你食餐饭啊？食饭？唔好啦，你咁忙，搞掂啲生意先啦。我喺北京专登翻嚟陪你食饭噶，我而家就喺出边啫。咩话？出边？喂，你唔好呃我喎。唔信你打开窗帘睇下。Hello， James。快啲换件衫，我喺车嗰度等你。好啊，好啊，我换件衫即刻落嚟吓，好快。宋，宋生，你几时订位食饭啊？琴日咯。仲有啲咩人知道杨小姐会喺呢度食饭？你连我都信唔过？哦，唔系，我谂阿静系想估计下嗰啲人会唔会对我不利啫。你都几了解佢噶。Cheers， 宋生，唔好饮住，唔该你饮先。Me？Are you sure？ 系啊，饮。
Certainly. Song 生，飲得啦。你做嘢都幾細心喎。佢對每樣嘢都咁謹慎嘅。真係從來都冇錯。係啊，佢未錯過噶。佢哋錯一次，以後就唔可以做保鏢噶啦。連你都變專家啦喎。Madam, thank you. 點啊？你想食啲乜嘢？都唔知食咩好。食魚好唔好？睇你先啦 ，Michelle， 啊，冇所謂，你揸主意啊。生曳唔曳？啊，系啊，只色都唔错。你讲乜嘢？我冇嘢，我想去洗手间。咩事啊？佢跌亲啊！嚟啊，帮手啊 ！Your boyfriend is a real gentleman. Thank you. 咦 ，Auntie 咧？佢发脾气走咗啊 ！Billy， 你乱噏啲乜嘢啊？冇啊，我冇讲嘢啊。Billy 都系啱到啫嘛。Michelle， 我今晚要坐夜机翻去北京，唔可以送你翻去。唔使啦。我要下个礼拜先至翻噶啦。OK。许生，下个礼拜上埋堂，你个责任就完成。好多谢你帮我照顾 Michelle 噶嘛。唔使客气，系我份内事啊。Good night.
你在哪里啊？个监察器坏了，我拿啲仪器检查一下。送俾你。多谢。我帮你戴。呢只系自动表，以后你唔使日日上链啊。哈，都几衬你啊。唔该晒。早唞。早唞。阿晶啊，唔知道有冇嘢可以令你留喺香港呢？我谂冇啦。我谂都系。早唞。早唞。小心按了掣，不要緊。我有些想跟你說，但是不知道怎麼開口。你是不是覺得我太直接？这个意思，你不要误会。我都不是这个意思。看不出你挺拆得的。沒有，有點肚餓了。你不是肚餓，你是閉翳而已。你跟我一樣，一閉翳我就吃煙仔了。你很閉翳嗎？一生兒女債了。兒子說想去美國讀書喝鹹水，連底褲都當了，才僅僅夠錢買張飛機票給他。連老友都買錢作埋給他，一樣是不行。聽說大陸很多窿路找水，有機會關照一下我。你不想做差人嗎？唉，得皮幾人工有鬼用咩？那你當初又做？
後生貪威啊嘛，咁啊以為陀鐵好威咯。咁啊其實我都威過噶，有次一間金鋪俾人打劫，我一支槍拉住十幾人，成間又咪啲差官震冧曬，都叫我做天才波。咁嗰陣你唔係好瀟灑？瀟灑，好瀟灑噶，直到好似你而家咁有型啊！我老婆就係俾我咁氹翻嚟嘅啫嘛。誒，俾你睇下啦，誒，好高質素噶。咁一定好多人追。係啊，不過我知佢仲好冧我嘅。都是我自己衰啊，成世人就唔掟唔掉咁。同我结咗婚九年啦，佢几时生日我又唔知道，佢生仔我又唔喺佢身边。唉，佢有次同我讲啊，嗰日条做生意啲有钱佬咧，要送层楼俾佢嚟沟佢喎。哼，我就以为佢诈型噶啦，我咪带翻佢咯。我同佢话，我知我唔啱你噶啦，我哋做呢行嘅，今日唔知听日事，你自己谂掂佢啦，我就冇所谓嘅。哼，唉，亂咁講嘢都冇佢啱聽。我諗女人都係想人氹嘅啫。嗯，嗱呢句就啱聽啦。幫我衰啊，學足你一樣，扮曬酷咁咪死啦。把口啊，鐵不撬都唔開，個心咧自己晾住抌。唉，細佬，唔好話我唔提醒你啊。蘇州過後就冇聽答噶啦。好功夫冇用嘅。感情嘅嘢嚟到咧，好功夫挡都挡唔到嘅。个个男人都悭硬噶啦，实死冇生，唔系咩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啊？不过你好啊，死都抵啦，你执到件好嘢喎，唔知系顶班货，直头可以参加国际邀请赛啊！趁住人少少，咪认咗佢咯。嗱，俾个机会你啊，有咩名即刻问我，唔出声当你认噶啦。我保护人系唔可以分心嘅，工作就系工作。不可以有私人感情。保镖保镖不是人咩？不要死撑了，再撑了争自己痛苦的。哎呦，送钱离开，来来来来来，他 call 你了。没事的，他 call 机失灵而已。call 机失灵就小事啊，被你美人游了出去装不回就大事了，兄弟。开枪开得最快的人，可惜你开完了。
沙漠非洲之事。我次次都呃你，次次都落你格，你仲信我？我呢铺都输硬噶啦，益下你个仔，我个益马会，我一定还翻俾你，我一定还。阿强，柳小姐，你真系好靓。我知我以前系错咗。如果你原谅我嘅，请你帮我签个名。唔好，唔好，香，我要同你报仇。全屋都是煤气，门我锁了，枪也是防弹的，只要少少火花，我哋就同归于尽。果然是有备而至，你真的不怕死？我的工作是面对死亡。你不要带我，我打过越战，条命都是执回来的。各位兄弟，我哋一齐开枪，一齐冧佢，好冇？你哋怕死咩？我个兄弟唔怕死喎，所以我都唔应该怕死。正系你有兄弟，我都有啊。我细佬就系俾佢杀死嘅，许正阳，你想一镬熟？好，我哋就一齐落去见个细佬。啊，大佬唔好啊！坐得佢。我是最好的军人，天性就是进攻置人于死地，你是最好的保镖，只是懂得防守。不过今天我们两个只有一个可以走出去。
嘅啦。有妹妹嘅，喂 ，Michelle， 你放咗我女朋友，你老细俾几多钱你，我照数双倍俾你，有钱大晒，行开啊，行开啊，你而家识惊啦咩？佢
啊，喺我细佬身上射咗七粒子弹，我而家就要喺佢身上射翻七粒，等佢失职。只要你唔开枪杀佢，我可以付出任何嘅代价。枪我就一定会开噶啦，不过你大把钱，你实请到人帮佢挡晒啲子弹噶啦。点解？你哋仲冇人敢上嚟挡子弹？嗯？喂，你哋怕死啊？吓？你好，有勇气啊！余生，死你都唔怕啊？未玩完噶，阿静啊，仲有六粒子弹啊，冇啊！建国，我揾佢嚟陪你啦。呢支许正阳嘅枪，请你点收。James， 快啲啦，快啲啦！宋生，我敢去挡子弹，系因为经过无数次严格嘅训练。你当时避开啲子弹系正常人嘅反应，所以你唔使内疚。这是许同志交给梁建波先生的。我只系想见佢一面咋。女人系要俾多啲时间去陪嘅。在我不说又没人知道的情况之下，你拿些钱去供你的仔读书。这个大陆仔傻的，给这么多钱我。阿静啊，阿静，哎，过得去吧。阿静，阿静啊，我有 permit 的，你一个人过去。帮帮忙啊，通融下好唔好啊？慢慢嚟啊，一次咁多啊。阿静，佢走咗啦，留低俾你嘅。